Jom Mandarin, satu hari, satu ilmu. Hello, Assalamualaikum, 大家好。老师有一个问题，你们喜欢做饭吗？喜欢？那跟老师一样吧。哎呦，有人不喜欢做饭呢。没关系，如果不喜欢做饭的话，那你喜欢吃饭吗？其实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分享老师的烹饪技术，就是做饺子。饺子，我们一起看吧。首先我们加半斤面粉，然后加一点点盐，我们再加一杯水，记得一定要用热水。因为我们用热水，所以我们先不用我们的手吧，我们用别的东西。之后我们要重新搅拌。那现在可以用手啦。大家加油。对了，别忘了要先洗手啊。做好了角色皮，我们来看饺子馅怎么做呢？因为老师特别喜欢吃胡萝卜，所以老师决定要用很多很多的萝卜。做完了之后，那我们来切洋葱，哒哒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老师也加了一碗鸡肉。你们可以加一点点胡椒粉，别忘了加糖和盐。这就是老师的秘密。不过要让你的饺子更好吃，那你可以加一点点芝麻油。现在还是要搅拌均匀。做好了，那现在老师有饺子皮和饺子馅，我们可以做饺子啦。饺子皮一定要做得很仔细，因为饺子皮不能太厚，也不能太薄。如果你们会用筷子，那就用筷子吧。如果你们不会的话也没关系，你们可以用勺子。放饺子馅的时候不要放太多，也不能放太少。捏的时候要捏得很紧，要不然煮的时候就完蛋了。饺子做完了之后，那我们要蒸熟。老师这里有大蒜、姜、小葱和欧芹，还有腐竹。现在老师要做饺子的糖。
终于我们的饺子做完了。现在我的饺子做好了，那我们来尝吧。看起来很好吃呀，你等着看啊哈。好吃吗？看起来很好吃，吃起来呢，你笑，老师先吃。你看里面有有馅，有鸡肉的馅，真的很好吃。老师继续吃，那谢谢你们啊，拜拜。